CP U68 欧版打样机。一、连接电源并启动打样机。二、选择版滚清洗。印刷起点。刮刀清洗。刮刀释放。三、固定好印刷材料。四、选择胶滚压紧。刮刀压紧，把油墨滴在刮刀与板滚压紧接触处。开始印刷，开始完成印刷打样。五、选择胶滚释放，取出印刷样品，刮刀释放，板滚清洗。刮刀清洗，刮刀释放，印刷起点。